塑胶薄片丢进了回收桶，他们去了哪里呢？当后端处理厂无法因应，只能堆置或焚化。台湾资源回收率已经超过50%，为什么有些材质只回收不能够再利用？你知道你喝的水从哪里来吗？在台湾的饮用水有11%是来自于地下水，像是彰化县的自来水高达80%是地下水。不过有些水井就位在工业区及工厂附近，饮用水的水质谁来把关？极端气候水资源丰枯不均，为了解决新北市和桃园地区200多万人饮用水源，政府在大汉溪新建中庄调整池，但是当污水成为水源之一，水质净化是一大挑战。炎炎夏日，公园的清水区却一片干涸，没有过往孩童戏水的嬉闹声。2018年3到5月，梅雨迟迟不来，石门水库蓄水量一度跌破30%。极端气候下，暴雨、干旱两极化，对水库水质更造成负面冲击。新北莺歌地区民众反映，自来水有股怪味，对水质缺乏信心，只好到加水站买水。自来水大家都反应不好。为什么？大家几乎都还有买水了。因为自来水它有那个味道。什么味道？就是有那一个药水味。自来水是洗碗、煮菜、洗菜的时候，然后喝的水全部都是用提的。桃园市民大概都还记得，在2004年，台风带来大量泥沙，导致石门水库浊度飙高，净水厂无法取水。民众经历了长达18天无水可用的梦魇。这是破铁环第一次，这是7天6天了，现在到处都是鸟沙臭了。大便是以那个桶拿来包起来丢，塑胶袋现在是三两，这三两。石门水库的水一部分由桃园大圳直接送到桃园的净水厂，另一部分则是放水到下游的大汉溪鸳山堰，再送往板新以及大南净水厂，供应新北与桃园地区200多万人饮用水水源。如果石门水库在台洪期间要泄洪的话，或者是泥沙浓度高的时候要排沙的话，那大汉溪的溪水就会受到严重的这个浊度飙高的问题，然后大南净水厂跟板新净水厂它就没办法处理高浊度的问题，会造成说它的供水的中断哦。为解决供水问题，延长石门水库寿命，政府以250亿进行石门水库整治，其中一项关键就是中庄调整池。中庄调整池位于莺歌与大溪交界，利用大汉溪的废河道开挖一座500万吨、蓄水量相当于宝山水库的大水池，在豪雨来临前，先把调整池的水蓄满。当石门水库浊度升高，水质恶化，调整池足以供应7天的用水量。用水都是由石门水库来供，只是在台洪期间短时间哈，浊度升高的时间能够马上浊度升高的这个缺口能够补上。那这样我称之为小兵立大功了。虽然是小小的一个容量，搭配一个大水库的操作的话，也能够让石门水库稳定供水，同时呢放心的排沙。2017年12月，中庄调整池完工启用，担负起北台湾备用水源的重责大任。未来就能够适时的提供备源的用水，降低缺水的风险。但是这个救命的设计却也埋伏着隐忧。
这边都是什么样的鱼啊？吴锅鱼啊，然后这种泰国鲤啊，这是他们的小鱼。2018年，清大团队在中庄堰上下游进行生态调查，这里是中庄调整池的取水口。久未下雨，水量不丰，河水散发的气味让调查人员都摇头。上面那边污染比较严重，那边水质，那个鱼抓起来就有一点黏黏稠稠的，对。嗯，跟其他的这个水库比较起来的话，你觉得这边的？它比较脏啊，这一条比较，走那么多，应该是这里比较最脏。中庄堰的水哪里来？除了石门水库放下的水之外，还有大汉溪沿线十几公里龙潭、大溪区居民的生活污水与工厂废水。我们这边大溪、龙潭，还有在地的豆腐、豆干这些工业的豆渣水，通通跑到这边来。然后还有民生的生活污水，通通跑到这边来。回顾2013年，大溪五岭桥下漂浮着泡沫、恶臭的工厂废水，就这么排进大排，流进大汉溪。时隔5年，情况似乎没有太大的改善。什么味道？是臭臭的，比较晚。臭干店的味道，这个水会流到大溪那个大汉溪。从我们社区哦开始进驻到这个地方哦，大概这个排放这个污水是越来越严重，也差不多将近15年，这个都这个样子，就是这个污水就这个样子。我也检举了好几次，也没有什么很好的下文，比以前更严重。以前你看这个石头，这个是靠河边哦，应该是石头是黑的，现在是白的。中庄调整池是一个离槽的水库，有机污染物进入中庄调整池会沉积在池底，难以清除，不但会让水质恶化，也会威胁中庄调整池的寿命。那这些水有氧源这么高的话，会产生藻华，还有其他的微生物的问题。这个、不马上处理的话，251宗的中庄调整池马上就要报销。因为这些有氧源进去以后，未来不好清，然后会导致中庄调整池有氧化过度。下面已经去年完成的，中庄的调整池哦，可是它现在这个我们这个河这里哦还是脏的，啊，这个应该都是流到那里去哦，我不相信下面的这个用水的住户哦。看到这个敢不敢喝？板新净水厂水质水量保护区涵盖桃园大溪区以及部分的龙潭八德。桃园市水务局表示，在大汉溪的右岸已经新建污水处理厂，可以处理大溪市区的生活污水，目前接管率60%，还有些区域正在接管中。我们来到河右岸的大溪水资源回收中心，在这里生活污水经过微生物的分解，一步一步的净化。因为这里是水源水质保护区，我们要去为了预防我们的河川会有有氧化的产生，所以我们会比较细致的来处理我们的污水处理。所以我们的生物处理程序是经过厌氧耗氧厌氧耗氧两道的程序，然后让它可以去除掉氮跟磷，这种会让水中可以水中会产生有氧化的一个物质。二氧化碳、氮、磷等拿掉以后，最后的水就是现在看得到的，是一个非常干净的一个水。那这个水其实是可以用来再利用的。那目前我们厂内的所有浇灌还有设备需要反冲洗的水，也都是用我们自己厂内处理完以后的放流水。在大汉溪的左岸有住宅也有工厂，污水处理厂的工程今年刚刚发包。
埔顶这个污水处理厂的话，那因为现在才刚刚在施作，那我们希望在这个八年内哈，但是我们这个应该是 BOT 哈，所以我们预期在五年内哈，就跟相关的这个污水接管都可以把它这个纳管完成。不过，污水处理厂只能处理生活污水，无法处理工厂废水。我们纯粹是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统，就是不收所谓的工厂的事业废水。那这工厂那个部分其实是在我们的环保局那边，它会有一些规定，它其实是自行处理。那如果自行处理完以后，经过环保局检验合格以后，它的放流水是可以进到我们的系统。在都市计划区之外的住家或豆干工厂，目前依靠人工湿地与地下的立间设施来处理污水。非都市计划区的话，那因为也有一些居民居住在这边，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些这个人工湿地的处理或用立间的一个处理哈。桃园水务局表示，立间处理第一期可以处理6000吨的污水，未来将会规划第二期工程，总共可以处理12000吨污水。我们在原树林的处理哦，我们就是把它的水截留下来哈，截下来，然后再处理过以后再做放流。那我们假如在现场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假如没有处理过的是一个这个乳白色的，那处理过一个就是非常这个透明的一个这个水。但我们实际观察，豆干工厂废水即使在经过沥间处理后，还是呈现乳白色，并散发浓重臭味。另外，大科坎人工湿地水量稀少，难以评估实际上处理污水的能力。中庄调整池以下到鸳山堰之间，还有部分巴德莺歌地区的污水会流进大汉溪。这边的污水来自于巴德、大南，还有莺歌，还有大溪的一部分，包括我们的右手边这边的整个工业区、工厂，都是在鸳山堰的上游。在鸳山堰取水口的旁边，有工厂，也有堆积如山的废弃物，不禁让人对保护区的管理感到困惑。净水厂必须加氯消毒，并添加聚氯化铝来帮助杂质沉淀。遇到干旱期，藻类大量增生，水质的处理是一大考验。因为在旱季的时候，有时候水库里面会有一些比较优氧的状况，那优氧状况的话，那它可能会有一些藻类，那有些藻类的话会产生一些臭味。那通常的话，我们会加一些活性炭，它可以吸附那些臭味物质，那就可以把那个臭味的问题降低。原水经过加药、混凝、沉淀，进入快滤池，透过厚度达80公分的滤沙过滤。当藻类太多，过滤池也会有麻烦。一些浮游藻有没有？它没有办法在沉淀池被去除的话，其实它就会流到我的快滤池。那它在我的快滤池的话，它下去之后，对啊，它就塞在我的滤床了。那我的快滤池就失去功能，那我就是会增加我反洗的频率。把污水排放到河里很简单，但是要把污染的水变干净却很麻烦。北区水资源局在干旱时期利用操作方式，让中庄调整池的水干净一点。那我要引进调整池的话，我会尽量把水库水放大，放大的话，然后调整池尽量很快把它蓄满。蓄满过程中，我引水的时间比较短，换句话说，会引到调整池里面的可能的这个污水量就比较少。当鸳山堰的水质如果真的因为长期不下雨而恶化的话，我就可以提供比较稳定、相对稳定、比较干净的水。从石门水库到鸳山堰，中央政府大手笔进行整治，地方政府也正进行污水处理工程。而环保人士强调，保护区内的工厂应该要优先处理。然后在250亿特别预算的时候，一再的提，请他们一立即要去
取缔这些违法的工厂，违法的不处理，脏的东西不处理，让人民天天喝臭水，这是非常要不得。一个地方人们所喝的水，反映着一个地区的生活品质，也反映着集水区治理的成效。水质是一个指标，让民众看到政府对人民健康的重视，以及公权力的执行力。